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是食用色素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提溜比皂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实验，就是这个皂能不能够把食用色素洗干净呢？我们开始吧。咦，这是有开始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开始。好，红色的，橘色，哦，黄色的，蓝色的，哇，已经汤汤水水的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这个皂，对，应该要先水，水洗不掉，水很难直接洗掉。好，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皂。掉了。好，冲冲冲冲。哦，你看已经接近干净了，还有一点点，对。好。这就是结果，经过了十几秒的洗涤之后，已经接近干净了。